他给女朋友打电话的？不知道啊。你阿姨好着呢。现在呀，你年轻人谈恋爱，我也不想干涉。得了，你也就说一说，你真不着急？我不着急，他想带回来，自然就带回来给我看了。我着急，我特好奇他找一个什么样的朋友。你还是着急着急你们家十一吧，他就是一小孩，他还会谈恋爱，他还没开窍呢。李，你怎么知道十一不开窍了？哎，他有女朋友了？啊，他跟你说的，还是就是你们学校的叔叔阿姨？哦，小菊啊，快进来吧。叔叔阿姨好。嗯，我妈让我过来给你们送玉米，这是我爷爷奶奶种的，没有打农药，特别甜啊。好好好，放那儿吧。好。那她就是我女朋友。啊？不过我们现在已经分手了。太好了，怎么能分手呢？我就觉得你们两个人挺像那么回事儿啊，真的呀。不，假的。